可能见美斯嚟咗啊，喺附近咧，而家又三分射成苏中熙，有个三分波啊，系嘛，清脆嘅三分波。哇，上半场嚟讲，翁Sir话冇噶，你特定咗你要掹下边个噶啦。苏中熙嗰个，再嚟啊！呢一段，呢边冲埋去，自己咧转左手上咁啊！陈卓贤再追多两分，嗱34-39啊！呢一段啊，咁啊而家，许志烈系第一球上唔到唔紧要，咁啊第二下啦，咁啊都咧就系攞翻，咁啊佢喺篮底都，咁啊分半钟第三节啦。咁呢一節就大家嗰個嘅競爭味道非常之強啊！咁呢邊鏟上去，咁啊隊長咁啊蘇中熙再攞多兩分。蘇中熙又係相同位置喎、啊，哇！到阿 West 咁啊同阿黃仲文撞一撞 West 有啲暈暈地啊，但係呢下撞一撞啊，真係唔係咁快起到翻身啊！陳卓賢再揸入去，呢邊哇喺咁啊落重落重西喎呢個球波啊，咁啊就真係追翻。咁啊，翻入嚟之後咧，咁啊蘇中熙隊友幫佢再擋再插入去，有啲甩漏啊呢下啊，咪仲有六秒鐘呢度入到嚟，放咗去，嗱 OK 啦，咁啊蔡俊賢啊。哇！去到尾段嗰啲罰球都幾關鍵啊！哇！呢邊靚波啊！隊長蘇中熙咁啊，又再咧就係鏟膽。咁啊，成個第四節其實真係咁講，漢華能夠追得翻上嚟都幾關佢個隊長事啊！好啦，最後一擊一定要三分，或者鏟入去就搏 and one。蘇中熙可唔可以睇佢真係做英雄啊？呢邊搏個三分波短咗籃板，俾阿 West 咧就執到。嗱，冇犯規嘅，有冇犯規啊？有啊。有呢、這個波其實係咪可以考慮下 quick two 咧？蘇中熙，都近㗎，弧頂嘅三分射射。